獎儀式。公佈結果之前，先請出頒獎嘉賓，請以掌聲歡迎六七十年代香港最佳中場有神童偉稱號的黃文偉先生。九號劉嘉誠，十七號李康明，二十一號李家俊，二十三號文基，二十號黎耀昌，以及二十八號沙尼祖。而新鮮始動式球衣的建置正式隊包括二十三號審判員郭傑橋。